丁总啊，你们家是怎么相处的？自从我爸去世后，我们家就没有任何人了。对不起啊，我……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丁文孝会这么孤僻，原来是没有家人。这些年，他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从未泡过妞，一心只有商业计划和怎么让 DI 上市。那穆总监呢？他是我父亲给我安排的结婚对象。父亲安排的结婚对象？啊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要父亲安排结婚对象？可是说实话，谈恋爱到底是种什么滋味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今天轮到我言下好好给你上一课。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会很期待跟他见面，会莫名的开心，会有说不完的话。林文祥，其实你是一个暖心的大男孩，你就是没事别老耍酷，不招女孩子喜欢。但是你别担心，会有小部分女孩子喜欢你这样的。我知道，你在我睡着的时候呢，给我披外套，给我点了外卖，这些都是体贴的表现。最重要就是聆听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言下，丁文孝居然会背言下，看来两人进展得挺快啊。今晚肯定会有事儿。言下，你不可以喜欢丁文孝。虽然他笑起来很帅，也很绅士，但是他有婚约在身，你不可以当别人的第三者，也不可以介入别人的感情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难道我也喜欢上言夏了？